内心各种崩溃。从明天开始到5月28，我们全国各级学校，包含公私立幼儿园，就停止到校上课。这里该死的新冠肺炎窜入台湾，阿伯们担心孩子在学校被传染，还是宅在家卡安全啊。但是在家防疫的同时，不仅要工作哄小孩，还要准备三餐。然后一转头发现，为什么要这样？因为他长这个都把拼图弄乱。如果是兄妹，正好可以互交功课，阿伯可以专心工作才怪嘞。谢谢。不行，你就跟我讲什么？那你要自己先讲，不知道我还在教你呀、啊。那我这已经不知道。那你要先画画看呢。啊，我这有画，我画到一半，这已经我就知道哪个来画嘛。啊，我就叫你这样画画看，那你现在就在画。啊，我已经画了嘛。啊，这里还没画。好不容易折腾了一天，想说赶快送他们洗澡上床。你有就说了，你先去脱衣服，脱衣服再上床里面等我。跟妹妹一起再脱衣服再上床里面等我。然后阿布就。